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长者、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到来。今晚六家公寓的华裔朋友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十分难得，可喜可贺。在这里，让我们对举办晚会做出贡献的朋友深表敬意，是他们把快乐带给我们，辛苦了，谢谢。中秋佳节是一个美好祥和的日子，在这里，首先祝愿大家节日快乐，金秋吉祥，同时祝愿老年朋友健康长寿，晚年幸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让我们在这花好月圆的夜晚，共度美好时光，共享节日欢乐。谢谢大家。车城公寓华人中秋联欢晚会现在开始。首先，有请六家公寓代表高寇成先生致辞，大家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晚上好！今天是中国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同胞们相聚在屏幕前，共同度过一个美好的中秋之夜。我们这在座的几位都是各公寓的华人代表，这位是威斯特兰古建华女士，这位是930公寓的白小军女士，这位是法布顿公寓的姜丽女士，这位是500号公寓的徐少白先生。我们经过近3个月的筹划、准备、晚会的一切工作就绪，下面即将为大家献上一台好看的、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今天参加晚会演出的老年朋友们，由于你们的辛劳付出，才能够使我们欣赏到今晚的这台联欢晚会。我们也要感谢美华协会对我们联欢会的大力支持，500号公寓的徐少白先生对今天的晚会有感而发，创作了一首新诗《庆中秋七绝》。下面允许我们朗诵这首诗，把它献给大家，献给晚会。祝晚会圆满成功！谢谢，再见。诗朗诵《庆中秋七绝一轮明月在彩桥，六家公寓庆中秋，同胞相聚恨时少。哥哥澎湖雨不休，一轮明月在彩球，六家公寓庆中秋，同胞相聚恨时少。哥哥澎湖雨不大家中秋快乐！我是帕克梅登，是华人老人公寓的90岁的许先芳，今天和大家一起庆中秋，心里非常的高兴。下面朗诵一首诗：
一轮明月赛彩球，六家公寓庆中秋，同胞相聚恨时少，高歌狂舞语不休。我们六家公寓共祝大家中秋快乐，祝中秋晚会圆满成功。下面有请美华协会杜鹏主任致辞。好，谢谢高叔叔，谢谢各位叔叔阿姨，大家晚上好。大家可以看到我吗？我是密西根美华协会的主任，我叫杜鹏，大家都可以叫我小杜。那今天也非常荣幸受各位六公寓的叔叔阿姨相邀，我们一起来共度今晚的中秋节，欣赏这样一台精彩的中秋晚会。我非常高兴也在线上和大家一起团聚，来体验这个快乐喜悦的时光。我想从疫情这两三年开始，我们虽然就是不能够面对面的相聚，但是我们通过在线上能够欣赏到六大公寓各位长者多才多艺的表演，然后看到大家也越来越熟练的在我们的高科技的电子平台上面可以跨越地域的障碍，然后一起来看晚会排练节目，包括录制。我们美华的全体工作人员都非常的敬佩各位叔叔阿姨的才华，还有不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的动力。那今天除了我在现场，我们还有两位员工，一个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杨立群杨老师，还有一位是我们的非常年轻的一个负责就是做幻灯片的小姑娘 Ingrid 战千莹。那也非常感谢他们今天晚上能够一起来参加这个晚会。那我在此呢就代表我们美华的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叔叔阿姨阖家安康，中秋快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也希望我们可以早日再一次的面对面的相聚，能够零距离的拥抱。谢谢大家，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接下来我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晚会。谢谢阿姨叔叔们。谢谢高先生杜主任的讲话。下面文艺表演正式开始，第一个节目《开心腰鼓好日子》，由安城腰鼓队表演，请欣赏。Bye.
个节目。下一个节目，
李白诗云：“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也就是说，月亮对于人是可望不可及的。随着科技的进步，登月早已不是幻想，但是迄今为止，全世界也只有一个人登月。一日，我突发奇想，骑自行车登月。我骑车登月成功了，下一项轮到吃月饼了，可我没想到还真难。看起来今年中秋节我是吃不上月饼了。哦，三、四、五、六、七、八。下一个节目，thank you.
个节目。远方的大海呼唤声。
个节目。只要
这个节目。节目。Thank you.
一个节目，小脚丫。
下一个节目。Thank you.
下一个节目。一个节目。Thank you.
一个节目，江南飞，
下一个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演唱一首《游牧时光》，演唱者930公寓合唱队。
一个节目。节目。松泉有情堪寂寞，草野无处不留诗。疫情下的松泉诗院，生活平静，情怀乐观。
草上珠光泛彩虹，莺啼高树碧葱茏，城西斜照敖翁舞，绿野仙音绕碧空。七绝郊游，作者丁咏春。阵阵和风酥翠柳，茫茫水面起一帘，游人乘机洗流影，笑语登云乐上天。七律，松泉诗院的春天，作者刘雅云。缕缕清风柳丝长，绵绵细雨润心央，山清水碧春天秀，野绿枫红木笔芳，陌上纷飞朝蝶舞，云间馥郁惹风忙，松泉汉墨诗词画，问道传经见受伤。画配诗，天净沙，西景画，作者孔令达。青山落日云霞，古亭流水红花，白鹤松风晚鸦，清泉直下，坐席人乐翁牙。五律，观喷泉，作者蔡宪涛。池塘立喷泉，水柱上云天，涌起千堆雪，飘扬柳絮绵。遥望银半树，近看白衣仙。赏景精神爽，挥毫敲一篇。现代诗，节日感念，作者孟静仙。这里看不见满街的红旗飘扬，闻不到颐和园的桂花香，没有锣鼓喧天的秧歌舞，也没人穿节日盛装，只有心在翻腾着往日的欢乐，思念着时难相见的亲人好友同窗。祖国啊，愿你与时俱进的繁荣昌盛，祝同胞们如旭日东升般幸福安康。谢谢大家收看。下一个节目。
下一个节目。
晚会文艺表演到此圆满结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谢谢大家观看，晚安。